长自尽喽。嗯，不是这样的呀。诶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。弟弟，这辈子能当你的儿子，哪吒真的非常开心。请原谅孩儿不孝。你们的养育之恩，哪吒只能来世再报了。不要啊，哪吒！要顶天立地。弟弟，妈咪，此球还给你们，孩儿去也。原来发生这样的